大锅炉。来，你要果冻对个，上面吃迄、那个这个起司猪排。来，冰啊！这一包十块，内底有加火腿、加起司，一块六十，十块六包，卖六百，两百了。来，两百钱。美女，六块包要吃完喽、哦，爱吃一点，一定要冷冻哦。哎，冷包。这边两三只啊，来，我们吃猪排吧，两百块。好吃哎、欸，两百。美女要吗？美女，美女你要猪排吗？猪排要吗？好吃。好紧啊！这几只猪排给你比上两个，两份猪排吧，两百块。哎，冷包。弄完吗？来，收着。来，你的果冻给几个收了，姐姐，来。来，啊，多少钱？拢两包一下嘛，来美女啦，无啦，伊两包开讲个啦，两包先给人吃。来，来，来，姑娘，来。我来请教一下，恁讲今仔日阿妹买着鲑鱼甲鳕鱼，有人要买这两项无？铁路排骨可以啊，今仔日要买鲑鱼甲鳕鱼这两项。没有哦，无可能，我人家点的啊，来。来，迄个铁路排骨要啊，卖三百二，我来两百了，好啊。来，来一个啊。来，有人要吃排骨了，我猜不出来。好香哦。有人要吃铁路大排无？这排骨了，我再准备一箱了。最好一箱啊。你看这老客人是爱吃吃来，拢偷一路。你若看老客人，你偷的物件，你有当，你会当买到参观看卖啊。这种吼，买着过来，买着过来，伊就过来偷，对无？这排骨都上好吃，你拢真正的尔。这种无味无够的，卖三百卖二百五啊，两百啥物啊？来一个，一块五二啊，一块过来，一块过来，一块过来。见到无啊？这水当当的哦，这块排骨做好吃，你吃看嘛，真正甜味甜到做好，我要买一条，你好无？我最后要招一个，我两百啥物啊？两百一个哦，一个啊。两个三个啊。等下，我来讲啊，这只大地哦，这条要十二啊，这条过来啊，青菜啊，这条过来。来三个哦。来铁路排骨啊，两百块啊，可多钱啊，都好起来了，来。三包，来三个啊。过来，要吃排骨了无？两百了，两百了。铁路排骨过来要啊，两百哦。两百块，两百块。新客钱七条块哩，来，你甲我买两百啦。只要真诶，你袂下，口味袂下，你客一条来，我钱摕你。七条块哩，两百块咯。来两百啊。够不要啊，无两百。拢有啊哈，来收，来收。你我想要买一个鳕鱼嘞，你敢有今仔日买买着鳕鱼？鳕鱼，你前买蒜泥，我蒜泥今仔炸足济，拢炸喺上大块啦。有人要食蒜泥个无？蒜泥有人要食个无？这桂林来个啦，这有写啦。你看这条条啊，这毋是我写个啦。你原先是只桂林来个啦。桂林来就是讲我咧叫成本较贵啊，啊不过信用好，人家买着要来啊。啥物叫信用好？袂求水啊，袂求水啊，这大块啦。你要食蒜泥个，我无卖来画一箱，画八百面来啦。好无？先给钱钱，买就来。哦，白煮好啊！来五百啥物啊？有人要抢迄个鳕鱼的无？五百块。三个人过来，好无？四个人过来，这大家才高啊，才大块哦。安尼，你去菜市捧一块，你会赚偌济钱哦？来五百，人要吃无？五百。五百。我这块要送你啦，好无？才大块啊，你有当计划吗？这块要来四个给钱了啊！来，先给钱，我这块要来。这条块全部三加一人，先给钱来五百啦。五百。有人要吃蒜鱼的无？五百块鳕鱼。五百，有人要吃无？五百，啊，无安尼啦，这地卖卖啦，先给钱，三个给钱就好啦，三个人买五百，三个人好啊，来五百咯，来五百，来鳕鱼上面吃五百，三个来五百，高林来的鳕鱼，来掏钱啊，高林来的鳕鱼，保证吹了球，最我绝对退钱啊你，来五百，来，要不要吃高林来的鳕鱼无？这大块，这大块，这条够哩，这条要来五百块，来要来无？来五百哦，五百还要吃吗？帅哥你搞的啊，帅哥。这条够五百了，够两百起来无？拢有啊，都有了哈，来谢谢。啊，这你钱无来？无搞，我这要签本票啊。我来讲啊，无搞，另一家来连本票啊，恁吃饭啦。那恁也吃无了？还是讲炸无搞，无去当地鱼也无了。来两百五咯。小家庭你唔捌买过，人家新买两块，恁七十块嘛，两百五十块。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哈，来你个收票。来，那个，上面猪脚，来猪脚对，上面咖啡的猪脚，玉米跟牛肉，来。猪来上面吃猪脚哎，这何家乡哎哈，何家乡的玉米水饺，这哪底有总共三种料，什么料？哪底有玉米，有高丽菜，还有啥？猪肉，一包五十五粒，三百爱无，伊也好爱无，那免先给钱两百了。来，拿起来。两百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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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百块。何家乡玉米水饺最好吃的那个水饺，你在上面。各一啊，各一啊 ，OK， 没问题。来，还有两百。来，这牛肉，然后这牛排哦，
这牛肉一包四十粒苗，牛肉是上好吃，嘛是成本上贵的，卖三百二也无同款两百。来一个哦，一包多少？他会喊等他一下。过来要来无牛肉水饺？一下三百。还有掏钱？掏钱的。两百了。过来要吃牛肉水饺无？大家够一，快点。可以，我处理无啦，够一行无啦，够一行无啦。因为啥物够一啊？够一 OK。我九块一包了。哎，啥物都够一。哎，感谢这个。够一啦。过来咩？哎，无无啊！哎，来哦！你看咱的水饺卖到六个人就来吐啊！我真正无来骗。你包我来死我是吧？咱这水饺哦，大家买真正大家有肉啊，真正无来散的，一包拢有啊！哎，来哦！来有啊，谢谢。来，你也收起来。哎，你像龙家石斑哦，我继续行，我无喜欢困了啊。我来讲啊，这像龙家石斑哦，落地啊啦，落地你知无？啊，对了，是讲摸起来就规个闹了了啊！啊，无去变啦，我这甲做一个，互你上大的欢喜啊！我是啊，甲咱请教过来，这拢无会啊哈！今仔这些应该是最后一箱啦，过来这欠袂，咱六月中啊有工厂讲啊，欠袂啊哈！这个龙胆石斑，龙胆石斑，安尼有水无？看了皮了，当龙胆石斑啦哈！这条面煮煮味噌汤、米色汤啦，哦，啊，你著食伊胶质的，做好起来哦，来。这收尾啊，我卖给你花五百，卖给你花四百，两百就翻你去菜市门口有啥行情的？上星期几的生意啊？来，你两包我咯。来两包嘞。来，我讲龙胆石斑嘛，两包。来，借两包两个。两百就翻应该无让你卖两包的吧？三个。你讲龙胆石斑嘛，两包。两百哦。两百。两百就包，让你借我两百块咯。两包。煮味噌汤啊，这几个拢加一个啊，你有囡仔有迄个啥物？爸爸妈妈的，过一下迄个，过一下骨头的，来两百嘞。哎，两百哦！这两包石斑我嘛花三百，我变成两百就当吃啊。过来，变成龙胆石斑。来两包。你听我讲，再过一个阿伯。来阿伯啊！我最后阁招两个人，进三四个六七八个，来九个。我最后阁招一个人过来，你相信我来，两包我了。两包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了啊，免出这最后一个。搁一个人给你两包啊！无你花两包，两包啊！你有买人给我，绝对有咧欢喜的。来，搁一个人，来两下啊！来吧，四下啊！来十个，好两下啊！好啦好啦，我来讲啊，凊彩。来啊！你有客气的人给咱我客气过啊！来，要吃两打就搬来啊！啊，今仔这最后一箱啊，搁来爱等到六月中啊，工厂讲我六月中还够切啊，无啊，无会啊，明仔日就拢无煞车啊！搁一个人给两包来，两包啊！最后一个啦，我来讲啊，最后搁一个啦，我再过零啦。反正最后一箱我无差，最后搁一个。你感觉我两单就买两百块才含的，搁一个人过来啊，两百块啦，两包两个，最后一个过来了，我钱我，再过你，钱我你，对吧？几个？四个，我两个。哎呀，你真正这三百两，我比你才含的。来，来，摕钱来。最后搁两个是龙胆石斑，拢无同。一堆龙胆石斑，你煮米色都能煮了三顿，我一顿给你开七十块尔。最后，你两个人加上要吃两百了。两百哦。那个老子两百不？过来要吃龙胆石斑的不？来，大哥要来了。听来。我最后一个两百上面了。哎，两百。啊，不，你唔好买过，你煮看卖啊不？你一顿给解决了啊不？你两点少少，你。好钱啊！你一顿。来。你一百吗？两百。你钱有？大来。钱啊，这样算算算。那没钱啊。你是发票哦，发票我对我一世人我毋捌掉过两百块啦，对一世人啊，对我今仔四十岁我发票我毋捌掉过两百，讲完过去，所以我无对发票的习惯啦，我对遮侪年我毋捌对过，讲完要食卖三百，以后我爱食来两百啦，来两百啊，他要食讲完嘞，来两百啦，我阿伯，来阿伯一个啊，讲完够人要来无两百，我只卖讲完，够人要买一百个无，来一百，来一百来，有人要买一百个无，一百块，来一百啊。一百块人要煮无？一百块，拢有啊，有你啊，收起来。来，来起来。你若要食虾啊，我讲我今仔食十箱啊。蛤蜊，你要食蛤蜊哦。来，我若要食蛤蜊哦，我今仔蛤蜊拢无啊，只买一半，卖我买收只二十块给我食。来，十啊，十个人买啊。拢没有了，拢没有了。四个人，四个人，四个人。二十啊，几个啊？三个，四个。我无虾啊。OK 啊，拿钱哦。四十可以吗？哦，六皮啊 ，OK， 六皮啊，七皮啊，四皮啊，五四皮啊，什么？来七皮啊，几个？几个？七皮。
那有啊，有嘞，包起来来照嘞，拖走。哦。又直接带来照嘞就好，唔免全部包起来，有剩你搁寄起来。OK。只有。50cent，50cent拿了，两份嘛哈。OK 来。来，我这个我准备做。我是安请教你有哪么吃虾无？虾有哪么吃无？虾啊，泰国的虾有哪么吃？有要吃虾子吗？恁这人家敢有厝够小朋友？恁厝够有这种囡仔？你老这个囡仔，你一包咖啡就甲气炸锅落来。恁兜若无气炸锅，你甲我真正的记起个落。规包才满，规包拢满，这毋是像饼咧空气，就规包拢满。伊这吼叫招牌咸酥鸡，规包拢无骨头的啊！你若要只卖三百，你要五万面来先给钱两百我了。来两百，我一包要送互你来两百块俩。有人要食招牌咸酥鸡无？招牌咸酥鸡有人要煮的无？有人要煎的无？七八块俩，两百块俩。哎，两百。招牌咸酥鸡啊，来。来一个。来鱿鱼甲冰糕无？鱿鱼迄个现捞的鱿鱼，来两百块要食无？哎，两百呀。反正鱼也袂一寡条，你若歹用规手摸起嘛，无要紧啊。来到人要一百四只无？来一百呀。阿姐。一包肉吼，若去监督鸡蛋，至少好真正几六百块，我无甲恁骗的啦。咱绝对无输实实咧监督鸡蛋，一包来恁买袂过，要一百只看卖啊。来一百啊！有啥物试食无？来，一个人收过。来一百来。来，食看卖啦，真正好食。来一百哦。该你个倒收过啊！老板，这个。唔好，等下我先讲下。你即摆你卡啦，来，你先来买一包啊。来，这包我整理交易货嘞，收了了。这包，到人家这是什么鱼啊？无，高级货啊，高级的啦。这叫日本鹿儿岛的青干啊，叫啥？日本鹿儿岛的青干鱼，这只鱼啊，你都没相信我，哦，你直接相信这只鱼就好了，哦，啊，这切切嘞，两公斤啊，切了我俩，两千切六水啦，就是这个深度。这条的港湾猪米车都用这两圈弄来噻，日本鹿儿岛的青干，啊，这安岛是港区的啦，哈，这是。